另外，针对着嘉义工坑海公丘的游乐设施，因为有钓鼠入被中毒，嘉义市议员蔡英泉呼吁，唔通因为假钓就卖食。嘉义工坑的囡仔笑声不再，唔通剥夺未来主人翁工坑休憩的权利，更要求改善破旧的溜冰场。嘉义市议员蔡英泉表示，嘉义工坑予囡仔海公丘的设施，去年因为吊环脱落，予囡仔受伤。嘉义市政府一不做二不休，全部拆除。蔡英泉表示，这也是抹线钓囡仔的基本权益。这内底，咱的嘉义工已经是安那，甲人声无声。咱即马只哩甲咱嘉义工有嘛，唔捌听过咱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的笑声。连这个的基本权利你都要保，我感觉这种做法，刚刚嘴要好，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，未来的栋梁，国家的栋梁，啊，因为这基本的权利，你都要抹杀掉，规个教育公园，无咱就先给他抽死，但是现在囡仔没有用意让他们进去，用不好的游乐设施啊。另外，公园内底溜冰场已经破旧，虽然有警告标志做警告，但是囡仔也是伫内底溜冰，要求市长爱重视。啊，你需要啥？我咱这个家安全设施会更加好，是不是？你袂使置之不理啊，勇气嘛，对不对？市长我尽量行，你爱重视，谢谢。市长陶新泰表示，公园囡仔的设施应该要改进，可以好的安全设施。但是不能因人废食啦，因人废食就没有意思了啊。问题是说，我们改进到一个程度，也请那个市民能够有所谅解，说啊，这个部分我们要做，你自己保护的地方也要自我保护。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说做充分利用。但是有不好的地方，马上赶快通报，我们尽快来改进。然后这段期间当然就比较不方便，但是我们尽快改进，不可因人废食。啊，一眼讲的就是说，那等于一年会死嘛，啊，等于是做的等于不用，那何必做呢？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来改进啦。我们也许有一些官员哈，我们的同仁被骂怕了哈，就干脆说啊不要，干脆不要做，就好像有些家长一样说啊，你最好是不要去游泳，哎，你怎么可以不去游泳呢？你知道要去比较好的地方、安全的地方游泳，那这样的话小孩子才会长大嘛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要用这样说，那你来这里做，我们尽量给你保护，那给你规定好一点，你应该护膝护怎么样啊，旁边的护栏做得好一点，去撞上去不要马上头破血流。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蔡宏获得。我相信我们应该来做的。对了，对。